做得很好，这座孵化槽在未来很多年都将会是我们龙朋友以及他们龙宝宝的家园。将军，保护好主干。小哥哥竟然在最需要训练高手的时候却消失不见了，快制服那头失控的龙。
呀！别废话，这头野兽很凶险，我可以做到。我是酋长，该怎么保存了，由我决定。驯服小胡哥，你不能就这么放弃，这个村子需要你，如果你控制不了那条龙，你爸爸会杀了他的。你刚也看见了，我根本做不到，我的想法是错的。那黑鸭仔呢？所有人都以为驯服龙，驯服任何龙都是不可能的，可是你做到了，而且还是最不可能驯服的夜煞。是的，可这条龙它不一样，看看他干的好事，整个村子差点被他烧了个精光。那你还驯服过那条超危险的热锅龙吗？没有人想过这能成功，热锅龙可是海上霸主，所有人都怕他们，可是你做到了。那是了，也许我已经忘了驯龙的诀窍。这世上就没有你对付不了的龙，这条龙真的很需要你。你不记得上次在冰川岛，你试着要驯化冰龙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你疯了是吗？Thank you.
过全错过了。这明显不像我们的龙蛇的大门。确实不像。因为它的确不是我们的龙蛇的大门。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枚蛋还给他的妈妈。妈妈？那是一条母龙，我想这枚蛋是他的。坚不可摧啊，就跟父子一样。难怪之前我们驯服不了他。是啊，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天下父母都一样。知道吗，酋长，我可从来没怕过他。嘿嘿嘿，来呀，看来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了。来吧，龙妈妈，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在罗克岛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之道，你说是吧？